讲不好了，没关系。这是一个规矩，我觉得这么先。之前两个人先做一些什么？然后我们玩一个字都没有讲话，完全没有。我们两个完全没有讲话。从开拍到结束都到杀青都没有说。所以那场戏之前需要看片，然后有安排说待会要做些什么。
下去。那场戏是刚刚中间两个就变毛巾，那毛巾下面是什么？还有，对，就是是肉，就是肉，是就肉吗？还是还有穿一些？还是有穿一些什么？有穿内衣内裤的。
技术上的。写着我的名字，里面装了一把生命的，他说
他希望跟你生米煮熟饭。是吗？可是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不是。要把米都剥开才看到。没有，它的米只有一层，是满的。然后我觉得，就是我超级不诚实。超级不诚实。可以上网查一下，是不是有米加？因为我那时候很怕是做法，所以我就一打开就啊，然后我就，然后就说你帮我拿包，然后再吃掉。这是最。他下次把米煮熟再送回去。他看到辛苦了。没事。就会看。所以另外两位有什么七夕的打算？还是要过中元节？只要七夕过完就过中元节。其实忙了，还是七夕啊？对啊。高啊，高啊！